第一等。台湾第一等从102年开播到现在，已经超过了400集。在这400集当中呢，总共有1000多则以上的影片，我们将会陆陆续续的都上传到网络上，让大家想看就看，随时随地都能看。而听说在这1000多则影片当中，有一则已经突破200万的点阅率，到底是何方神圣能够拥有这样的点阅率呢？而且据说连小马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马，都对他敬畏三分。而我们这一次的主角，比他以往拍的更大、更毒、更惊人，到底要不要这么的逼人呢？我们来去看看。Hello，Marcus，Hi，Hi，小豆哥。听说你这里的有很厉害的东西，而且就是其实很多人很好奇，但是都不得其门而入。它危险吗？你看，越危险东西大家越爱，但是明明就已经告诉你危险了，为什么你还这么爱？为什么你会这么爱这个危险的东西？就觉得它迷人啊。迷人？因为危险的东西通常都很迷人啊。危险的东西通常都很迷人。这里面有，所以我要把它搬过去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土很脏了。对对，就是有一些残渣啦、发霉啦。它有时候它东西不会吃完，或者它有一些排泄物，或者吃了东西的时候，它留下来的体液或什么，就会造成发霉。因为它们的环境都需要比较高的湿度。高湿度？对，那因为比较高的湿度就会造成可以发霉的现象。哦，然后它里面也有其他的菌。对，譬如说它不吃了。或者是怎么样，那食物它也会就是吃一吃就丢着，它吃成像这样子，对，它把一只黑龙蟋蟀，这只算大的，它把它吃成这样，它通常会把它全部刻完，它会刻完，但是可能它已经饱了，那它又骚扰到它，它就咬死丢在旁边。哦，所以它现在里面有，那交给你好了，居然这么危险，我还是不要碰好了，在树皮底下。这太夸张了吧！我以为你们说的蜈蚣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小蜈蚣，哎，小蜈蚣我不怕，但这个太夸张了啦！原来网络上超过200万点阅率的主角就是蜈蚣，而其中的灵魂人物就是人称北埔蜈蚣王的林福清大哥。据了解，目前林大哥已经退休，而且后继无人。但台湾第一等要拍就要拍第一。虽然 Marcus 养殖蜈蚣的资历不算久，但他的宠物们保证吸睛，绝对震撼。他比我大拇指粗哎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这是秘鲁的。秘鲁，对，他算是在蜈蚣的宠物圈里面很有名的战队。真的吗？哦，这只是越南巨人蜈蚣，它是我最早开始养的。他退完了吗？他退完了。哇，还可以从这里看到。天哪！你这样看可能没什么，可是你跟手臂一比起来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巨大。巨耶！所以你现在要帮它洗澡，我用的是很细毛的、比较软毛的牙刷。OK， 刷干净。我只刷前面就好。哦，未来啊，我跟你讲。全世界有两种住宅，我相信是小偷不敢进去的，就是养蛇跟养蜈蚣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。我刚看到哇，好多，好夸张，而且好漂亮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好了。好，好漂亮哦。这算特殊的吗？这一种算是蛮特殊的品种，它是在那个印尼爪哇发现的。它是莫拉比火山那个山区发现的巨人蜈蚣。莫拉比火山的巨人蜈蚣，对，然后拿着夹子，对，它爬出来，我没办法阻止它。真的、哦？它的前面那两只触角，发现它都是一直这样探，一直探，先下去探测，对，然后探测以后才挖下去。对，它因为触角等于它的感觉器官，对，它的眼睛其实它只能感光，它
它看不到，对，所以它的触角就是让它知道它的前方有什么，是可以吃的还是障碍物还是危险？那它怎么可以发现它可以吃呢？你现在饿吗？它应该算饿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它爬来爬去，其实它是在找东西吃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掠食的状况吗？逗弄他，你把他弄出来，他就跑出来，大哥不在，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先跑。对呀，你关起来好了。听说被咬到会整个肿超大一个哎，哦，你会让他？这是我们准备的泥鳅。他会吃这些东西，所以是用什么味？是像夹的给他吗？我通常是夹的。然后他会放在他的触须前面，让他会应该说他会喜欢活体还是没有差，他没有差，我会放在触须前面让他去闻，那他如果闻到他有兴趣，他就会从扑上来，没兴趣，对，他没兴趣，他刚蛰了他一下，他现在在警戒中，所以吃东西就再说了。真的，对，但是你放着，如果他有兴趣，他等一下他自己就会过去吃。那这次先放着给他，他太激进了。我们可以挑一只比较温驯的，有温驯的吗？有，哇，比较温和一点，不太会动。真的假的？不太会动，就是懒懒的，不爱动的那一种。真的、哦？我们找一只乖一点的，好，找他好了。真的、哦？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太会动了，因为他已经胖到不会动了，他太胖了吧？不是，因为这种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温和，比我大拇指粗哎，他比我大拇指粗哎，他的头到底在哪边？头在下面吗？对。哎，你不用啊，拜。好 ，OK。正点，确定吗？确定，这太夸张了啦！这个其实他也没有长到最大的体型啊。快点，你要是你自己都会怕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会怕。你不是说他比较温驯吗？对啊，但是一样不能过度刺激他。这个太夸张了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这是秘鲁的。秘鲁，对，它算是在蜈蚣的宠物圈里面很有名的种类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这全台湾大概几只？目前已知的大概就剩这一只。啊？对，本来之前还有另外两只，那结果两只已经寿终正寝了。哦，真的？它的寿命有多长？一般巨型蜈蚣大概是五年上下。五年？啊，五年六年。有时候少一点或多一点不一定。哎，我现在突然想到，在印尼是不是有人吃蜈蚣的？很多，其实有很多国家会拿蜈蚣当食物、当药材，就是像东南亚、中国都会有。对，它是当药材而已吧？它是干的吗？也会吃啊。对。那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截肢？对，我并不想吃它。它会不会像虾子？因为我看它的身上的那个感觉，就好像那个就是我们吃那个龙虾啊，或者濑尿虾啊的，不是？很臭。很臭。你吃过？小马吃过。小马吃过。跟虾的味道。大哥那么勇敢，我还在怕什么？哎，有点像虾子。对，真的很像虾子的味道，但有一点点苦啊。有用苦味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舌头麻麻的？什么麻麻的？舌头啊？不会的。可是我真的有舌头麻麻的、啊。骗人的。哦，完了，要救护车了。是没有麻麻的啦，但是苦的。听说有一股腥味。他怎么敢啊？你居然都敢啊！但挖洞给你跳耶，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。好，哎，他投进去，他投进去。对，因为蜈蚣一般会避开。他投在这边，他投在这边。对，所以他现在靠不回来。对。不是，狗它会的啪一下。这种蜈蚣，巨型的蜈蚣通常因为体型的关系，它有恃无恐的。
好，所以你如果轻轻的碰它一次两次之后，它会习惯你的碰触。嗯，对，反正它这边确定不会咬人嘛。对，但是被那个抓到还是会叮到的。啊？它的脚的尖端是刺啊。对，所以它如果真的要甩你刺一下，还是会还是很痛，还是有点痛而已，不会有毒性的。有点痛。对，但是因为他们会习惯被碰触。所以这种蜈蚣它的那个适应性就会比较好。哦哦，我现在懂。哦哦哦，哎啊，救完，我觉得这蛮好的。哦，这就是越南巨人蜈蚣，它是我最早开始养的蜈蚣。它退完了吗？它退完了。哇，还可以从这里看到，我天哪！你这样看可能没什么，可是你跟手臂一比起来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巨大。巨耶！所以它才会是叫巨人蜈蚣。待完得一点。哎啊，救完，我觉得这蛮好玩的。哦，我懂你那个概念了。他一定会去找，他会顺着路走，所以你就顺着他的性子，不要刻意去抓他什么的，其实。哎，你可以养哦。哎，我找到了。哎，哇塞，哎，这你看这个有多大？这还好了，它这一只因为它是野生采集的个体，所以它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达到它的最大体型。哈？还没有到最大体型？对。其实我们人在看蜈蚣的时候，常常会有错觉，一来是因为恐惧，二来是因为它的触须跟它的末端的那个腹节。哦，对，那再来就是它的宽度有影响，要不然其实这一只大概就是25-26公分。但是其实如果以人工饲养的个体来讲，像这一种蜈蚣，它基本上是30公分起跳的成体。哇塞，对，我怎么看到好像是扭蛋玩具啊？啊，如果有这种扭蛋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蛋，我接错边了，都往我这边来了。哇塞，哇塞，这个太恐怖了吧！你怎么会想要养蜈蚣啊？其实蛮可爱的，是可爱啊，但是就是感觉好像是什么玩具，毛毛的可爱。双方改掉，我接不到他那个，我没有办法像他一样直接接后面，你知道吗？太强了啦！我是想要像他这样，有没有？对，但是因为他身体太强了，所以你夹着他很快就爬上去了。他后面会盯到我。阿爷，全台唯一，真有够大，就剩他了啦。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虫友之间有藏着没发表的。是哦，对。哇，他很肥耶，有没有再温驯一点的？没有啊，他最温驯。其他的可能都还比较神经质一点。真的、哦？那来再看看其他的，你有没有其他种？好，哇，这有够大，先让他下去。这太大了吧？我不想夹到他。对啊。夹到他会不会这样？是哪一只脚被夹到？哪一只？他回头不知道自己哪一只脚被夹到，因为脚太多了。这是应该是不至于有这种问题。真的吗？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哪一种？太多了。我们来看加拉巴哥好了。加拉巴哥，你是在讲咖啡的品种是不是？他开始吃了。他在吃。对，他在吃那一只，刚刚我们丢下去的那一只泥鳅。哎，他正在吃哎。他好像在抱着一个什么抱枕，然后这样一直亲他的感觉。他的每一只脚其实都类似他的手，所以他要抓猎物的时候，他甚至可以用后面的尾爪抓住回头来吃。那他现在吃东西，你摸他是不会发现？哎，会啊，他会反抗啊。他会跑掉，因为这种时候他就是要不就是丢下猎物跑掉，或者就是咬着跑掉。如果说他现在这一只猎物是活的，他会怎么办？他只要抓得住它，他就是继续吃，他不会管他。这只鱼是活的，那他会想要把它带，直接把它抱走。哎，他想把它带去没有干扰的地方吃。
现在吃，他现在吃，他还吃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到他那个，他的牙齿直接像那个老虎钳一样，直接这样直接把钳子钳住他，然后钳住他，现在一直吃。因为那一只其实那只我们讲的那个毒牙，那其实是他的脚。哦，那也是脚的其中一只脚，因为蜈蚣是纯足纲啊，纯对，纯嘴纯嘴纯足，纯足，那是它特化的脚，对，所以作用相当于抓住你。哦，你看喽，等他们那边我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，哇，转不动它，不动它，再接接接。哦，所以但是它的那一只脚是有毒的，对，全部的脚只有那一只脚是有毒的，对。对，太恐怖了！他们每一只脚都有毒，那很恐怖哎，那就没办法碰了。被他抱到，真的是疯掉。马克思说，比较知名的巨型蜈蚣在这边大多都看得到，只是身为室内设计师，怎么会和蜈蚣结缘呢？原来是3年前在网络上因缘际会买下了第一条蜈蚣，从此就爱上这份迷人的危险。除了让他们住独立套房，还得养殖蟑螂喂食，可说是啊呵护备至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说是蛇跟蜈蚣，我宁愿养蜈蚣。真的哈、哦？嗯。好，待会你拿一只回去养。啊？嗯。好。凶嘞。它是哈氏巨人。嗯。哈氏蜈蚣。好，那个在它的学名里面是 Dehanis， 所以那我们简称哈氏蜈蚣。哈氏蜈蚣的种类非常多，包括越南巨人都属于哈氏蜈蚣。哦，对，那这一种它是生活在爪哇，也是最近被发现的，因为它比较高海拔一点。然后呢？对，所以它是最近才被发现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它今年才开始出现在。你的手感这样子，它刚速度这么快哎。如果你觉得它的脚在抓，你需要不要抓？好像有哎，它有在抓哎。要帮它洗吗？我们用的其实很细毛的，要软毛给它刷。OK， 帮它刷干净。我只刷前面就好。一点。哎，你的手感这样子，它刚速度这么快哎，所以我不会去惹它。我没有惹它，我只想把它抱起来而已啊。不行，它没有办法啊。对。哇，那你平常怎么跟它相处？没有，就这样看而已。对，我不会，我并不会去把它抓来抓去。哎，我已经就是全身都是觉得。你知道这汗腺已经不会睁开了，现在全身麻麻的。我就算养了他们蜈蚣养了2-3年了，你叫我这样跟他去接触，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我的背后还是会冒冷汗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那种恐惧感是没有办法，我至少我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。我觉得我也没有，因为我从小被咬，我在小时候就被咬过。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吗？就像是他刚刚那样啪的，然后我现在开始接触这个这样。接触蜈蚣了以后啊，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就是你站在一个人最爬的高度，就是往下看的那种，手心麻麻、脚底麻麻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形容得很像。哇，这个感觉实在是很讨厌，但是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冷静过后你就觉得，得再忍耐一下，就会这样很奇怪。所以我就说，很奇怪。所以我就说，危险的东西常常很迷人，就是这样。你不要让他跳出来，他刚刚的感觉就一般跳出来的感觉。每天与蜈蚣朝夕相处，也难怪 Marcus 可以轻松面对。蜈蚣是头美丽的猛兽，大多数的人对他们都存在着恐惧，只有行家才懂得欣赏他们的美。无论是亚洲或是美洲的蜈蚣，各自有着对比最强、体色最鲜艳或是花纹最美丽的特色。而 Marcus 心中梦幻的蜈蚣又是哪位呢？这种蜈蚣是很少，这个保证全台湾应该就只有它了。哦，真的哦？对，它叫什么？它的英文的，它的学名，它的学名是拉丁文 ，Scolopendera gigantea。是 Scolopendera 是蜈蚣的意思。OK，Scolopendera gigantea 是巨人 ，gigantea。好，
那他的我们自己帮他取的亚种名称是 Black Moth，所以它一般来讲称为黑秘鲁，可是这个名称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名称，因为秘鲁白甲是先出名的，对，所以才会把这种巨型跟着叫黑秘鲁。可是秘鲁白甲跟它其实是不同种的物种。OK， 对，那它的颜色就比较特别，就是它看起来乍看之下跟加拉巴哥很像，对，可是事实上它全黑。加拉巴哥的肚都是黑，对，加拉巴哥巨人的那个侧边是白的，对，但是它也是黑的。然后再来它的脚，这种蜈蚣越往海边去，它的身体越黑，嗯，好，脚也越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脚几乎都是黑的。那我们刚刚的加拉巴哥还有点黄的，对对，所以它完全不一样。它的触须也是整段都黑的，对，加拉巴哥触须有两种颜色。你在阳光下看的时候，它的脚像这种脚的地方，它其实是黄色，所以它大概就是黑色跟红色带一点黄这样。所以它们的长大，它是真的是像我们这以前看卡通，它是一节一节一节多长一节出来。它不会多长一节，它的体节是固定的，固定的体节数量固定。那长大就是这个体节会拉长、加宽，就这样加大，每一节加大这样子。那它是脱壳。蜕壳蜕下来，蜕皮，对，它皮你有它的皮吗？不会有皮，为什么？我们不会留皮，因为蜈蚣的外壳，虽然它的外骨骼虽然跟这些节肢动物一样都是几丁质，对，但是它的几丁质比较软，它的外骨骼比较软，对，所以他们为了在蜕皮之后快速补充钙质硬化，它就会把它吃掉。它几乎吃光光，就跟手工类是一样。对，手工类也会把自己的皮吃掉，很少看到巨人手工脱皮的状态。没有错，所以我们不会有皮啊。它也还是小朋友，小朋友。对，它的成长体型，它的成体，我们讲世界前三大对蜈蚣，它是其中一个。哦，所以你现在看到它其实只有一岁多而已。对，它还有3-4年的时间可以成长。它们的成长体型目前。有一位中国的虫友的记录，他是37公分，不含触须跟后尾足哦，37公分大概这么大只。这个，你不要被它咬到。很大一只，真的很大。你咬到就去见上帝了吧？对，所以希望我还可以让它养很久，变这么大。幸运见到了玩家口中的超级神物，俗称黑秘鲁的南美巨型蜈蚣，而它也是世界最大型的蜈蚣之一。马克思说，刚才聊到了蜈蚣的成长，正好有个宝贝这几天准备出关，一起来开箱。这个是在干嘛？我们刚刚讲到蜕皮这件事情，对，刚好我这边有一只正在蜕皮的。你怎么发现它在蜕皮？蜈蚣蜕皮之前，你如果有给它掩蔽物，你就会发现它会躲进去，然后前后的出入口都会封起来。它自己封的？对，它会把里面的土推出来，整个就密封住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蜕皮的时候是它最脆弱的时候。是的，而且蜕皮它会有一段酝酿期。那这一段酝酿期之内，它是不会出来的。所以它也没得喝水。对，那蜈蚣的身体，我们刚刚讲它的外骨骼很薄，它没有办法保存太多的水分。OK， 所以这样子的动作有助于保持这个里面的湿度。哦，你从底下也不一定看得到它。对，好，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开始发现，就是它的开口都有被推开了，就把它推得差不多了。应该是已经可以出来的，但是它会躲在里面，就是很避暑。你小心啊，你不要被咬到。这一只是越南，你咬到我也只会笑而已。越南巨人蜈蚣，没关系啊，到时候你也是，我也只能笑。越南巨人，对。这一只是越南巨人蜈蚣，它是我最早开始养的蜈蚣。它退完了吗？它退完了，很明显的它退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身上的那个是很亮的，那个皮壳是很亮的。然后它也比之前的体色变深了，因为在它蜕皮之前，我们如果看之前的照片，你可以发现它的身体其实是比较咖啡色的，比较浅的咖啡色。那它现在整个又都变深了，因为退完它又老了一岁。对，所以不太一样。
这一只巨人蜈蚣，我从刚开始养的时候，它的大小大概只有它这一只脚的大小，只有这么小？对，它只有就三公分四公分，这么小，然后养到这么大？对，现在几岁？我2018年6月开始养，养到现在三年呢，养了三年左右。哇，好有成就感哦！对，很会觉得很，虽然是基本款的蜈蚣。对，这个你在一些水族馆或爬虫店常看到，其实你都可以找得到它，但是没有，我没有看过有虫友秀出来说他们把这个养到多大。哦，对，那所以还是其实他养了差不多，他就觉得卖给中药行了。目前就只有我自己在玩，所以、对，我看到我会觉得哇，我走过的历史。这条蜕皮重生的越南巨人，其实就是三年前 Marcus 养殖的第一尾蜈蚣，不但替他开启了这条不归路，也见证了他这段蜈蚣养殖的心路历程。哦，这好像什么一个遥控模型呢？哎，真的有，真的有人做蜈蚣的遥控玩具啊，会跑。而且你看它的脚的移动模式啊，它像一个波浪状，一直在往后，一直往后，然后把身体往前推。你如果经过那个高速的镜头去看，有人研究过，昆虫或者节肢动物它的爬行的模式是，它的身脚会呈现三角形，哦，这边开开，那边就收起来。对，对，它会呈现三角形，因为三角形是一个很稳固的形状，它不容易翻车。哦，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这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，它其实还是这样子，对，只是两边是很对称的，在没错，这样位移的时候，像这种时候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，你可以把手放在底下，你可以比较说你的手臂整只跟它比起来大概有多大，你看，哇，还可以从下面看到，我的天哪，哇塞，好神奇哦。很有趣啊，它连光滑的表面都可以爬，酷啊！而且看它如果让爬在一只手上，哦，对，那如果你这样看可能没什么，可是你跟手臂一比起来，你会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巨大，巨哎！所以它才会是叫巨人蜈蚣。哇，这个千万不能让它咬到，哦，这个真的不行。在国外有一个致死的案例啊，致死，越南巨人是目前在蜈蚣里面唯一有致死案例的，一个小女生被咬到，可是我们自己在推测是说她应该是因为毒性过敏的关系。哦，她算是蛋白毒液？不晓得，不晓得。所有的蜈蚣都有毒，它们不像猫狗会和主人撒娇，更不会认主人，即使当宠物养还是要小心谨慎。 Marcus 说，蜈蚣身上因为缺乏蜡质无法保湿，所以保湿性良好的底材就是饲养蜈蚣最重要的关键，但这样的环境同时也是螨虫的温床，只要注意通风低湿，及时清理残渣，就可以有效预防螨虫，但爆螨严重的话就得帮蜈蚣洗澡除虫哦。所以你现在要帮它洗澡，忘了关，我觉得你这个比蜈蚣恐怖哦。哎，这只不一样的哈，对，好漂亮哦。这只是印度瑰宝，好，它很容易被发现身上有螨寄生。哦，真的？原因是因为它的环境要很干。哦，对，因为印度瑰宝它的生活环境，它本身的关系，它需要比较高的温度，比较干的环，比较干的环境。干的环境 ，OK。对，如果太湿，它很容易就黑斑病。OK。对，那也因为这样，本来生存在湿的土壤里面的螨会聚集到蜈蚣身上。哦，对，所以它会有一些螨躲在它的节间。OK， 对，那被它咬到也是很惨的事情，所以我通常我都会多惨，你不要咬到，手离开它远一点。它是不是知道自己要洗澡？它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它不知道，但是对，我开了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过来，真的，因为。
因为这个二氧化碳的病，我不想直接从二氧化碳走下去。但它好软，你看我刚才没有看到软软的。台湾第一店。一次要用掉一罐，没有到一罐，但是量会蛮多的。你可以看到，哎，越不动了。对，因为它不动了，哎，因为里面都是二氧化碳。好，我们你有计时吗？哎，对，你帮我们计时啊。这样看一下，它大概不动了，我们就会摇晃一下。它如果确定不动了，我们就会把它带出来。不行，它还在动。对，它可以，它还在动，还在动，它的触角还在动。蜈蚣可以撑蛮久的，它们的含需氧需求氧气需求量没有很高。嗯，还在动，还在动，不知道多久，一分半，但是我一分半想把它放太久。好，像这种时候，通常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它的生殖器官。对，好，以这个生殖器官来讲，它是母的。因为它的生殖器官里面没有，你在前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它前面比较没有那么活动的时候，借我玩一下。好，但是你要小心哦，如果你觉得它的脚有在抓你的时候，就要赶快。好像有哎，对，它有在抓哎。对，因为有一些种类的蜈蚣，它的那个会很快恢复，它的昏迷是会很快恢复的。那通常我就会用这样子，像它的这个，它的体节这个地方，它是没有办法自己清洁到的。对，好，它的回头，它只能回头到四五节以后，前面这个一二三节、三四节这个地方没有，所以我们就会准备这种牙刷，把它刷干净。我只刷前面就好，就刷前面这几节，它没有办法回头的结束，它其他的结束它可以碰得到，它就有办法清洁。这个刷掉了之后，然后包括脚的部分。所以把它刷掉，刷掉之后，然后就再把它丢到水里面洗一洗，因为那些螨很讨厌，会粘着。我用的是很细毛的，比较软毛的牙刷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我看，哇，好。然后，这时候如果要帮它查那个，就是它的长度，要丈量体长，或者是它的公母。都可以趁这个时候分辨。哇塞，对，我可以这样摸蜈蚣哎。对，因为你让它昏迷了。但是你看，它还是会动哎，它还是会动哎。它之后它就会开始恢复体力。现在差不多要把它放回去了。差不多了，好，比如说像这个时候，慢慢的它就会开始恢复，因为你在让它有氧气的环境里，你赶快把它放回去，快点。不要紧张，还好。它还有一段时间，它没有那么快。是哦。对，它只是会反射性的有一些地方会开始有反应。那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刚刷过的，之后每次确定 OK 了，看看公母了，长度丈量了，就把它放回去。哦，对，好哦。就是我们如果有要记录的时候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是。你可以拿去最大那一只来加二氧化碳。出去只留下二氧化碳。大尾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大尾。所以他们还是很需要氧气。当然啊，所有的动物都要啊。就是它很需要，因为其实你看，才一点点时间，它马上就很快就有反应。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这只是母的。一般来说，亚洲的蜈蚣只有母的才有办法长到这么大的体型。哦。
是我们目前这样有二十六、二七点五，二十八，对。它的躯壳就比较硬一点，对，它是比较硬，它可以抓起来吗？可以，它放在手上也可以。昨天很痛，被咬了，不用找我。我不敢，其实。可以哦，要就趁现在哦，来，有点紧张。是，它好像快活过来了。你要试试看吗？袖子给它。我不要。我看到那个牙齿，我实在不敢。他开始在抓了，他开始在这么快哦？对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刚刚其实没有让他昏迷很久，我去拿他的孩子来。手心跟身体都是麻的哎，对，哇，我你看我已经弄这么久，现在我还是会，对啊，哦，我这种感觉真的，我只是讲话看起来不像而已，但其实我背后也都是汗，看，哦，还有奇怪，看，对，它会开始恢复，要来了，但是，哎，但它好软啊，你看我光这样摸它就软软的这样。一点，哇！你看这个壳，它其实是你看是软的，对。它没有去碰到它的时候，你不会知道。它们就没有办法像那个甲虫那样，对。所以它的保水性很好。然后旁边这边这个肉的是都是软的，非常非常软。对。哎，它身上还是有那个小虫哎。对，它会有那个小的螨虫那些东西，因为它躲在这个潮湿的地方躲久了。对。那它们终究都是会爬上去的。对。所以等到我再帮它换一个环境，好，它变干了，它开始到处爬了，或者它有吃东西，那些螨就会移到其他地方去。哦，你看身上真的都会有这些小小虫，小小的螨虫。对。这是潮湿才会出现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其实都会有啦，你这就算有养爬虫，它的环境里面也会有，只是说平常它们都躲在其他的环境里面。哦，它还没醒，还没，还没，快了。身为工头 Marcus 对蜈蚣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，虽然一般人对这种巨型蜈蚣的认识不多，网络上可以查到的资料也相当有限，但养蜈蚣早已养出兴趣与心得的 Marcus 透过不断与国外虫友的经验分享，据说就连蜈蚣的繁殖也难不倒他。我们平常蜈蚣是不会养在一起的，因为不是在繁殖季节的时候，放在是公母不对的话，一定是吃掉的。那即便是公母对了，有时候母的肚子饿了，它还是会把公的吃掉。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分开。那确定真的要繁殖的话，再去放在一起。我们会在里面放个树皮，或者是水管，对，狭长的地方。那公的会去跟母的求偶。怎么求？它一定会有那个动作，就是用触须去探测对方。那确定 OK 都有意思，然后公的没有被吃掉的话，他们就会一前一后进那个树皮里面或水管里面。哦，真的？对，那公的会用尾部去结一个精网。哦，对，再把它的精囊就放在这个精网上。哦，它是体外受精的。对。OK， 不算体外，因为母的会随后跟进去。OK， 跟进去之后，它有那个，它会去把那个精囊收到它的生殖器官里面去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吐出来的那一块。哦，这跟体外受又不太一样。对，它只是挂在那里，但是之后它就会把它吸收进体内。亚洲的蜈蚣就比较容易繁殖，只是基本上就是一样，
不要过度的干扰，因为母的蜈蚣抱卵的期间会变得比较神经质。OK， 它已经很神经质，抱卵的期间会更神经质。对，那抱卵的期间就是都不要去干扰它，让它安安稳稳的待个两个月，小蜈蚣就会下地离开了。哦，对，那这两个月当中，它几乎就是都不会去动，也不会主动去觅食。这个是亚洲的蜈蚣，它你通常受精一次，它大概可以繁殖个两次到三次。一样跟爬虫的是一样。对对对，它受精这一次之后，抱卵成功一次，繁殖离开了，它还会再明年再生，它还可以再生。OK， 对，都还是有效的受精卵。OK， 但是南美的蜈蚣，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巨型蜈蚣，就一次而已。一次，因为南美的巨型蜈蚣繁殖成功的话，在小蜈蚣要下地离开之前，它会把母蜈蚣吃掉。对，吃光光，什么都不剩。对，要就是让自己变成小蜈蚣的食物了。那国外的研究甚至是小蜈蚣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有，因为它生出来可能好几十条的小蜈蚣，对，如果有那么几条是刚好没吃到母蜈蚣的，它就会死掉。那只小蜈蚣也无法生存，因为在他们国外的环境可能竞争更激烈，所以你如果没有在那个时候摄取到养分，你离开，你的生活存积率其实也很低，所以那是母等于是蜈蚣妈妈给小蜈蚣的最后一个礼物了。哇，那他们的繁殖困难度又更高，更高，因为如果说他们亚洲的蜈蚣在抱卵的时候很神经质，那南美洲的蜈蚣的抱卵的那个紧张的程度，对，是它的很多倍。OK， 只要一点点声音的震动，或者是不要说地震了，你只要是一点点光亮，都有可能刺激它，让它马上就会卵吃光。哦，所以你每一次，我以为变色龙已经，你知道在国内外的虫友里面，只要每一次有南美的蜈蚣繁殖成功，都会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一定会传出去。因为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很难。懂了，懂了。我今天对蜈蚣的认识其实算是长了蛮多的知识，对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想要接触这样危险的东西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请你用一个好的环境跟好的心态来去跟它接触，其实它也会带给你一种。认识危险的感觉，对，那个危险的感觉，你不用真的好像跑到一个很高的山谷去认识你的惧高症，不用，你现在这样看的，其实你就已经认识惧高症的感觉，就是这种，对，很恐怖。你越是接触，你就越发现他们有什么可爱跟可怕的地方，对对对对，那你就会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。像我就绝对不会像人家讲的说动不动什么东西就要上手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去做这种事情，这个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没有办法上手，这个太恐怖，千万不要。这个你上手，你没有办法丢掉，因为它的节肢是直接这样抓住，你这边甩甩甩甩，它就一直这样。对，你是甩不掉。好，我还有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取得了这样的蜈蚣，它毕竟还是个外来种。你也不要觉得说你养养养到这么大了，你没有办法 handle 了，就啊这个地方好适合你，怕你就把它丢掉了。No， 是不行的，好吗？不要做这种事情。所有养外来种的虫友或者是爬友，都要有一个觉悟，就是你绝对不能让它活着离开你。对对对对，你一定是要让它终老在你身边终老，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认养它。对，那往外丢绝对不会是放生，那一定都是放死而已。对，是放死。因为外来种要不就是无法适应环境死掉，要不就是它适应性过强，成为强势种，就把旁边的东西全部就变成外来入侵种。对对对对，死的就是原生种，那都是放死，绝对没有放生的这种事情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不要做这种事。知道了啊，呵，感激不尽。OK， 谢谢。不会。
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